反攻，大学冠军得战千国家一队。227分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呢？再找件事，前国家一队。而黑系服的选手是姚萌，获得过省大学生的单打冠军。罚球的防拉准备得非常充分，预判到了领拉弱点。半出台的罚球配合防守的抢攻，扎泽院的开球网积分2645。而杨梦是2400，200多分的差距。抓侧身后的斜线空档，长寿的偷袭非常隐蔽。杨梦把握住了发球轮。交发出的领拉非常果断，迅速调开落点。退掉后的姚萌特别能跑，这么大的角度都能够反拉回来。交发出非常果断，发力强拉。面对国家队的选手，姚萌特别敢拼，最后是扎泽燕3-2赢下了姚萌。